我已经死了，对吧？如果这次能成功活下来，你能将赵太谢绳之以法吗？这是我的宿命。我会救你一命，获得重生，对守护正义的渴望更加强烈。你要掌握整个天下吗？ 展开复仇之旅，以正义将腐败权贵击垮。我绝对会把你抓去关的。真的有那个能耐吗？就是现在。他能否打败恶势力？你能让他看看什么叫地狱吗？你是打不倒我的。正义的重生，8月2号起，晚上10点优频道；7月31号起，你也可以上 Mi Watch 免费随心选看。